图书馆的英文到底怎么读？英国人一般会把它读作 library， 这个读音会把字母 R 都读出， R-A-R-Y 对应 rary。 我不知道你，但我的日本朋友们可头疼这个词了。你快速读几遍 rary rary rary， 是不是舌头也转不过来了？所以很多英国人也会偷懒，把这个词读作 library。 现在这也变成了可以接受的读法。至于美国人，通常不会把这个词里的字母 A 弱读为中央元音 a， 而是把它读作 a 这个音。如果你对中央元音等概念还不了解，请参见英语兔免费音标合集。也就是说，美国人一般把这个词读作 library。 最后请比较一下三种发音 library library library。 希望以上对你有用。我是英语兔，请关注我，学英语比兔子跑得还快。